来八次的会议，我们就正式到开始，我们就按照议程来进行。三方方案一，直辖市第五一城市地主转让支付，自由之家、大同之家、台宝全场楼同价5400万购房成功。台北公会堂等六处废止报告案，结论同意废偿。后续依紧急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直辖市第五级公告废止事宜。案二，2018年度公有文化资产补助案第二阶段，经费补助办理情形，结论同意废偿。案三，台北市南港区南港段四小段4150号的邻里土地新建工程零历史建筑南港平台工厂设计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结论一，本案同意备偿。二，请开发单位依审查通过之历史建筑监测及保护计划予以执行。案四，台北市万华区复兴公共住宅五包工程零历史建筑西宁南路14-3号电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结论一，本案同意备偿。二，请开发单位依审查通过之历史建筑监测及保护计划予以执行。四，审议案一，南港区燕州院路一段120号确加补助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数21人，出席委员12人，同意12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有关历史建筑定准土地范围方案的二部分，出席委员12人，同意12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决议采方案二。三，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案二，大安区金山南路2-156号28号的十户宿舍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1人，出席委员13人，同意13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案三，中正区延平南路84巷2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1人，出席委员13人，同意13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四，中正区城中段一小段7/5号自办理保存范围面积量测后，依实际量测面积进行办理公告事宜。案四，士林区元八旅馆澡堂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1人，回避人数3人，出席委员10人，同意10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二，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四，议员可为本历史建筑之再利用必要设施，可保留于后续修复及再利用规划使用。案五，历史建筑北投赖氏主厝扩大保存范围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1人，回避人数3人，出席委员10人，同意10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扩大北投赖氏主厝保存范围。二，变更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四，主厝右护楼前侧可为本历史建筑之再利用必要设施，可保留作为后续修复及再利用规划使用。案六，历史建筑草山行馆扩大保存范围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1人，回避人数3人，出席委员10人，同意10人，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2/3以上，故本案决议同意扩大历史建筑草山行馆保存范围。二，变更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四，湖底路88/91/2/5号4栋建物可为本历史建筑之再利用必要设施，可保留作为后续修复及再利用规划使用。以上会议记录请委员备查。好，谢谢。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我们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同意备查。继续。报告案一，大同区大龙段一小段4/19号新建工程零直辖市定古迹台北孔子庙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请说明。请依台北孔子庙于2011年1月10日公告为市定古迹，本案是由龙辉委托住城会建筑师事务所规划，但因新建工程经费临接直辖市定古迹台北孔子庙，因此事务所依文字法第34条，呈送报告书及古迹监测保护计划过去审查。
本局108年5月3日邀请三位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愿经中审委员意见，均认定该工程为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主涉及观览通道之余，因古迹监测保护计划修正后通过，已申请单位修正后再送本局办理后续。申请单位于108年5月27日简送修正版的计划书之举。本局108年6月4日函请前面三位委员到办理书面审查，并于108年6月17日函发书审记录。那记录与上次的会议结论一致。申请单位于108年7月15日简送修正版的报告书及古迹监测保护计划之举。经检视业议委员及本局意见补充完毕，申请单位于108年7月25日提送20本报告书与本次的审议和审查。那个报告书请委员参阅手边资料。这是本案的基地地址及位置图，蓝色部分是孔庙的所在位置，红色是新建工程的基地位置。那以下是它的一些建物模拟图跟与古迹之间的视觉模拟图。这个是它的剖面图。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主涉及观览通道之余，已请同意备查。二、其开发单位依备查之报告书及古迹监测保护计划据理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以上报告。好，谢谢。各位委员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意见？有没有补充？好，请。地面那个屋顶可以帮我们放进去。他们的就在现在，我们本来是说，它这一块哈、哦，屋主不要那么大，降低，然后把这个屋顶呢，做了一个2个三角形的，这样可以跟我们孔庙的这个屋顶、啊、可以能够再延伸，那个意象会比较相近。结果他现在做出来是这个样子，就是把屋角做斜角，然后后面做了2道墙哦，这2个砖墙一样的，这个感觉上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做的话，这个只是提供给各位参考看看，如果我们这样可以接受的话，那我没意见，谢谢。好，来做说明。针对这个部分，哪位来说明？申请单位有孔庙吗？是不是？谢谢，建筑师事务所。你们是不是孔庙啊？还是的？申请单位，那刚刚为什么要让进场？报告就要进场，没有是吧？好，有没有说明？其他委员还有其他意见？想要统一回答，还有其他意见？可以了。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我是设计深测单位，我出现如师。那个有关本案哦，因为本案基地其实非常的小哦。那我们在整个配合孔庙部分，就竭尽全力对于这个整个建材，我包括用同样红砖的颜色哦，清水红泥涂料去回应整个孔庙古迹的。我们的最重要古迹的环境，那在这量体屋度上面，其实我们现在屋度也非常的小，各位看我们的平面哦，除了必要的楼梯、电梯之外，水箱、机械室，我们尽量把它压到最小。那上次这个有关委员审查意见，我们也有回应，把屋度的高度已经有降低了，降低事实上
也水箱的量其实非常紧哦。那我们尽量去满足，也把高度降低，同时我们原来平的一个大水大凸山，我们也把它做局部的调整，让它的形式能够去呼应孔庙的斜屋顶。那至于女儿墙部分，我们尽量把它这个锐角把它做一些弱化，让整个对环境的冲击最小。那因为在整个视觉模拟上哦，从30度的视角，以孔庙为中心的视角，各位可以看到出哦，其实本案从整个正中轴线来看，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因为主要我们隔壁有一乔木哦，西边有乔木跟孔庙相邻，所以阻隔性非常的强。所以那另外是我们这个屋顶也是把它坐在我们整个基地的东侧哦，各位看平面，就是避免它在西侧会对孔庙产生压力，所以在我们在片上这个屋图可以看到是它在东侧离孔庙比较远的那个右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就是这一单位跟业主做说明哦，把它做到是极限的小了，不然的话再下去可能也没办法使用，那屋图水箱最近的机械设备什么都没办法做哦，所以这个的确设计上就有困难，我们尽量去调整，谢谢。他那个张委员的意思是说，哈，你这个乌突嘛，其实基本上乌突也没有，它只是一个意象，那为什么不配合这个啊？让它跟孔庙的这个能够行，能够搭配，要不然你说这个乌突不是很怪怪的吗？你那个如果造型是这样，里面还是可以放东西的，主要是里面要放那些水箱的东西。对，已经不足了，本来是平的，它比较高，本来是比较高，我们把它降低高度。再把形状再修，所以对屋突的这个机械式跟水箱，事实上已经难不堪使用了。而且这个屋突你又要注意哦，它的安全性哦。因为我以前在建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大楼就是跟你一样的屋突，可是它很高，然后又长久以后呢，它的安全性，它只是一面嘛，只是一面薄薄的墙而已。所以你将来如果是维修啦等等。要留意一下，它那个高度嘛，那你那个每天这样的风吹雨打，将来这个安全性怎么样？那个主席，对，像那个跟，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不起啊，张委员，因为的议题，看像三页好吗？好，就在三页。以目前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刚张委员说那个跟孔庙的正殿的屋顶的那个斜率的关系呢，的那个叫 harmony 啊。那你可是你前面又有好多那个女的墙围，一个一个的东西，这个会在更，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更深入是对更斜的到上去。那另外就是因为你白色的。因为我是一直想看到你真正的材料的颜色，因为不管你怎么模拟都不是那么真实的，所以孔庙的屋顶啊，还有它那个白的墙跟黑的东西，跟你现在那个材质的关系，其实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材质，你的色调跟孔庙的色调要能够 match， 要不然我们这样看的话，你对那个白的还是蛮强烈的，就是屋顶之间的那个斜率的关系。对不起，我补充一下，那个这个颜色，到时候这个砖的颜色，我们去跟孔庙的材料去试色去搭这个颜色，这没有问题。这不是白色，这是我们清水混凝土的颜色，因为这个透视光线一打，好像白色，其实它不是白，它是混凝土的颜色。所以它这个材料就跟环境是协调的。我们看这样的图，感觉都不协调啊！你这么协调，你这么不协调啊？不是很突兀吗？你觉得协调吗？好，来请。报告哈，因为这是报告案，原则上是应该是提送大会报告备查。如果委员对于
之前的审议有决议，然后我们就建议增募现场委员愿不愿意担任这个小组委员，再重新退回审查结束之后再回来大会报告备查。对，因为现在会进入实质审议，那还是回到小组去审议，这样建议。好，各位委员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退委员做小组的审议。就请那个业主有一些要跟大家说。业主是在这里，业主就要提啊。对，那个不是那个使用单位，就是乱融玩具，因为这是他们的主产，他们主产要分给这个他们的后代，所以这边非常重要，因为延宕很久，这个案子已经时间太久了，所以那现场他们已经搬了，那已经房子空在那边，那也有一些危险，有人会进来或怎么样，所以业主非常担心，因为所以。看，我们这边已经尽量配合审查单位去做调整，所以时间其实已经拖很久了。好，来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这个案子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是因为跟旁边整个街廓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因为那块基地上来讲的话，当地的平均的一些住户啊，基本上他没有写重盖，所以延宕了非常久。我从马英九当市长到现在，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希望促成了整个区域块的活络。那因为不幸的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那我想说，这块土地当时是我们先人留下，那希望我们家族能够有凝聚力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盖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当个指标也好，或者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凝聚力也好。那其实我们在之前，在四年前我们送过这个案子的审核时候，已经大致上已经过了。我想委员可以从之前五年前的案子里面，其实整个外观、整个结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听从上次委员的建议做一些修正。但实际上那块面积，整个基地上面有它的难度在。那我们也尽量施出我们的一个善意，就是说希望能够跟孔庙能够所谓的共存共荣的方式来经营。那我希望局长或者各位委员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面积跟这个区块里面怎么样让它能够活化，而不是我讲一句比较实际的说，而不是从很特别的角度。然后来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审核，或者是来提出更多的一个太大的一个改变或要求，因为有时候我们容积已经缩减了自己的容积了，容积上面我们自己缩减，所以我想是不是请各委员能够考虑到业主的立场，然后来体谅地方的发展，谢谢。好，谢谢。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并没有考虑到你的容积的问题啊。刚刚其实委员提到的就是说，顶楼那个设计以及那个色彩，刚刚只有想这两件事情，并没有提到说你的容积的问题。我是请委员这边对补充一下，是不是请委员能够，因为时间拖很久，是不是请委员现在的时候能够比较具体的告诉我们，不要再退回来，因为真的是有它的难度在，因为拖相当久，将近十年了。好，谢谢。好，这个三位这边。我想跟一鹏先生说明一下哈，吴志华他只是说，我们既有的土地在这边的话，按理没有遮到我们的光源，碰到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第一次会议，李先生、李老师跟我跟刘老师，我们三位是觉得说，从这个八一五，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庆典，在八一五进行当中啊。旁边的建筑物，如果它那个屋顶啊是一个很尖锐的直角的，那可能会对我们这些观礼的人呢，看起来是那格格不入的感觉啊，所以才会说，建议说我们这个屋突的部分啊，不要这样子太尖锐啊，包括直角啦，包括这些突出物的，所以呢，希望能够把它打平以后呢，能够参考像孔庙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它这种斜屋顶的意象。啊，刚好你这个是一个长条形的建筑两栋，所以我们是建议说，要不然在这个屋顶呢，把它做两个斜屋顶，
在你们的屋柱那边做两个新屋，就这么简单而已。但是你现在做出来是一片墙，就一片毛坯墙，然后毛坯墙上面给它戴一个帽子，感觉上就是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反而会破坏到我们在这个整个景观的延伸的。哦，当时是这样子的想法。以上说明，谢谢。好，来李伟。主席、各位委员，我跟张老师、那个张老师哈，还有罗老师，我们有参加这个。那我现在觉得事情就是走一步已经走到这里了，我都建议了，因为现在我们说他不能盖，这个当然也是这个于情于理的。我是这么建议哈，那个现在那个建筑师哈，他的那个坡哈是坐在这个边缘，如果说呢，学这个呢。是这个方向的呢，从这里看哈，这个双坡是这个方向的，可能跟它的关系会更好一点。你现在那个双坡是想朝西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很薄的面，反而是看不清楚的。那你试试看，在你法规可以允许范围，你屋柱里面的水塔、电梯间都还可以容纳的话，你改成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啊，也许跟它也有一个配合。那刚才那个郭委员认为你这个地方是太白，必要的时候台柱就窗台底下还是有一些红的过去，就是用砖嘛哈，让这种水平线在这里也出现一点，才不会说你这个是一分为二，这边是红的，这边是白的啊，那红白太分野，好吧？啊，我想整个量体啊，我们不会有意见，因为你已经走到这里的量体。面积哈，那在形的部分哦，色的部分哈，尽量还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我是同意张老师，但他是很仔细的看这个图片，谢谢。报告一下，我补充一下，我们这是一栋，我们不是两栋。第二个，这是清水混凝土的颜色，不是白色。OK， 然后再来是因为之前因为使用单位就是他尤家对于这个之前我们有建议过做斜屋顶，可是他们老人家对这个有忌讳，所以这个影响到量体。说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机会大家讨论，我们这屋突我想我们就把屋突再降低，就是说降低。那假如可以做这方向斜的，我们就做，因为屋突对这个使用的空间比较没有影响，我觉得机械式嘛，那没有影响。我把它做这个方向，就刚才委员建议的这个方向，我把屋突，我说我们把屋突再拿一层掉，我们做无机房电梯或怎样，就让我们这男子能够顺利往前走。因为这个做斜屋顶在建筑本身，这对他们使用老人家非常非常忌讳这件事情，他们都坚持说建筑师不要做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在建筑的做法，不见得一定要造型去回应环境。它用材料跟各方面的质感要求可以去做到达到这个目的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师可以去做的，对公司能够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说真的，我一个设计单位来讲，我觉得对业主伤害太大了。可不可以请委员这边能够协助他们能够完成这个老人家的心愿？好，那个说明。就协助他嘛，进专案下个月再上进专案。好，谢谢。那我们本案就这个进专案去做一个协助，那下个月再审。好，好，谢谢。下一个案子。台北市文化，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大型室内体育馆开发计划案，与松山文创园区建面景观公园林之下市定古迹松山烟厂，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大型室内体育馆开发计划案，与松山文创园区建面景观景公园林之下市定古迹松烟厂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报告案。办理情形：松山烟厂于1991年4月16日公告指定为市定古迹，与同巨蛋公司办理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大型室内体育馆开发计划案，与松山文创园区建面景观公园因临近前开古迹，依文字法第34条委托建筑师提送相关计划过去审查。本局已2008年6月19日邀请三位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略有：
有关台北化体育园区大型室内体育馆开发计划案，与松山文创园区界面景观铺面是否涉及文字法第34条规定，委员一致同意该景观铺面无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出涉其观览通道之余，令古迹建设保护计划修正后通过，请申请单位依委员意见修正、补充修正等报告书及古迹建设保护计划后，再送给主办后续。园区站公司于2018年8月6日提送本案报告书修正版过去。这个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视觉模拟图，铺面的石材表，一半。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大型室内体育馆开发计划与松山文创园区界面景观铺面，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你请同意备查。二，请申请单位依备查之报告书据以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后续。好，谢谢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这个逐一备查那么请申请单位依备查及报告书来办。下一页，报告案三，中正区南海段五小段68G1D号等22笔土地新建工程，您直辖市定古迹建国中。